这是属于你的奖励。可是，这是慢慢的、慢慢要的耶。人追狼，我这个绝美的琴技，堪称完美。太文文，那这局我会玩到什么呢？哦，金水在我这。哎呦，慢慢，怎么待这么久啊？慢慢，怪怪的哦。我先离他远一点。再回去看慢慢在干什么。不见了，哇，都拿到了。五号跟十号，五号往左，十号追着我，六号往下，八号出来，好像都没绳子了，那就只能靠脑袋了。三追着九，工程师应该出来了吧？那时候天黑，旁边还有人，我很紧张，就先拍了。在左上角那个酒吧那边，我看到九号的尸体，然后旁边在那边晃来晃去的，好像是糖糖哎。我觉得树大这波发言挺划水的，如果我们不是自刀自爆的话，那这个九号的死一定有树大的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刚刚两个人不久前在拍摄大概五秒内，他们两个还是走一起的，没有理由只死一个九号，树大还活得好好的吧。那刚刚一号说旁边有八号，那确实八号那时候也在那附近，所以我觉得三八这边我先点两个坑点吧。我刚才想说文文为什么一直跟着我跑，那他现在拍摄那应该就偏好吧，然后这边有绳子的，就这样先过咯。刚刚我看客房二三有走一起啊，感觉怪怪的。二三八，我刚刚到电梯室的确遇到那个燕玲，但是我如果我是狼的话，我那时候应该就有办法到了燕玲，而不是让燕玲离开电梯室，所以不会是我。而且刚刚我经过的时候，我看到文，我就想说先留好了，然后后来我在网上的时候，电梯就已经消失了。果然是三，直接抓到。那慢慢没事这样子搞，我觉得他如果不是小手，他就是狼人。我先暂定他是狼。文文刚跟我一起推速大，文文这波偏好。没关系，还有警长嘛，对不对？饮水给他弹一弹。我这个绝美的琴技堪称完美。堂堂直接往上跑，没有直接过去，这是什么走向？六跟五一起出来，果然是狼，还给我守门。票二啦，二面道在后花园。我刚想说我爸去储物间解一下，后来想说算了，慢慢在里面应该会倒掉，所以他就把我给刀了。哎，这边私人恩怨想搞事，狼人就狼人嘛。我刚会没有直接踩你，就是因为我想要去大厅演奏弹完钢琴，直接把你biang掉啊。谁知道不知道警长被谁拿走了？反正我的视角是六跟五抱团嘛。那七号这波拍尸踩你，那下一个狼坑点，我还是觉得是糖糖啊。就算他说他那一波没有把我刀掉，我觉得这只是单纯的失误的借口。
好啦，我们弃票吧，真正弃票啦，红红弃票。没有，我跟你说为什么不用盘十号，因为他们狼人要搞三刀，十号是第一局离他们尸体最远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一定不可能会出在这个十号，一定是二八。好啦，你不用再这么认真，就是给我弃票啦。我不要啊，票你啊，票他票他。好了，糖糖，为了奖励你，我给你刀。来，能刀我的机会不多啊，糖糖。这么明显吗？好啦，可是这是慢慢的、慢慢要的耶。我这样刀了你是好的吗？这是属于你的奖励。人追狼，确定你要让我刀？我确定啊，反正我们稳赢了。这不是慢慢要的吗？没关系啊，慢慢这个搞吸音啊，不要理他。你第一局就被我识破了，你那个走向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他说可以了，票吧，他说可以了。策略有单刀策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聚一波后花。哇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嗨，安踏，嗨，文文，嗨，叶宁 ，Hello。哎，客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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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宁，客房，客房，好好好，过去，过去。哎，五号躲在星星台后面。哎，客房都没人啊！星星台死一个，星星台死一个。哎，几号？九号的尸体吧，在阅览室右边出来一点，雕像那附近。然后我刚阅览室做完那个艾迪卡的那个任务之后，往右跑，三号跑进来，然后我出去就看到九号的尸体了。我选的是柠檬吧。应该票柠檬没有问题。你这一波又是什么操作？我在客房购买饮料，我还看到你肉狼买说，哎，可以三刀，可以三刀，你这波又踩我面刀是咋回事？哦，稳稳肉狼麦吗？那糖糖就有问题了。他们刚刚一直在那边给我打招呼流，哎，嗨稳稳，嗨糖糖，嗨叶琳，嗨嗨大家好。哦，他们两个一直给我盯在客房那边。如果稳稳肉狼麦的话，糖糖一定有问题。如果出一八不是的话，警长回头枪三呢？先出三号看看好不好？三号应该铁狼没有错。出一是枪八，出一不是枪三啊。所以啦。枪三，枪三，枪三。哎、欸，燕玲，我真的要被稳稳打了，我要先躲起来，我要先躲起来。我又要拍桌了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哎、欸，你们躲起来，躲起来，我们可以再搞一波三刀，他们就结束了。要小心啊！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后花园见。他们现在只有怀疑你而已。越来是越来是越来是，勒索的真的是有够凶的。哎、欸，哦，你二号跳起来干嘛？是你妈不动脑干嘛？Yeah.